海盗船的九九乘法饼。嗨，我们今天来到儿童乐园。今天不是只有玩而已，我们好像在游乐设施上做一些挑战。是，首先要先挑战的是海盗船。海盗船九九乘法表。九九乘法表哇！好，九一九。输的要请吃晚餐。好。我们现在要来比海盗船的九九乘法表。其实我不太熟九九乘法表。那你先对考一下。九七六十三八五四九八一八八。一人一题吗？我们来练习一下九九乘法表啊，九三。九三二七。你不能再讲一次。多久？二十七。九九乘法表，九二。八。然后你。三九二十七六六三十六六八四十八五九四十五，您的安全。不，还要开始了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开始放了，有点紧张。哎，你不要掉，好好，我放放放放。你拿这个，来哦。好，来哦，来。九九三八六，二三十六。好，我预备一备。然后我说九九乘法表啊，七七十九四九三十六五五，二十五啦！九九乘法表啦，九九八十一，七六四二五四二，错了啦，七六五四啊，七六四二，七十九哎，七六四二啊，你说没错。我是九九乘法表，六六三十六八九七十二七六二四三二十七三比一，那我九九乘法表啊，五六三十三九二十七六六三十六五四。三十二，干老死哎！二十二，完了，四比一的，四比一了。哎，没了。我原本以为我去我乘法表会输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刚也在思考很久，但是还好我还是算灵光的。而且再就是他很怕海盗船上来，他就一秒不行，有还在那边准备，而且他同样的问题问我好久，六六六七都没那么会怕，你很强。怎么突然就结束了？到最高了，真的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哦，不恐怖。你会怕吗？不会。哦，太可怕了。两只哎，健身标，你要这么凶啊？你看看，看我后面夹哎，要几趟？几趟高了三斤哦。还要克住啊。
欸，这还蛮值得拍照的。好的。超强。我也很凶耶。超凶的。左手是这样。因为右手要拿。哦。哈哈哈！你要这么凶啊？你看他还往后面夹哎。哦，所以一斤多，一斤多，自己的晚餐是要。就是要抹盐烤比较好吃啊。好想认哦，我亲眼可以把它吊起来，活生生的把它烤死。那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转一圈展示一下？那这一件来说，它就没办法穿，你的内裤都没办法。它这边挖空紧身，比基尼跟洋装结合在一起，而且呢，它还有一点包臀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老师，看你身上这一件衣服，厉害吧？太厉害了！大家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开箱，我在一个购物 APP 上面买的，它叫做虚印。第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网纱拼接鱼尾裙下摆紧身洋装，哦，名字很长。对，实际上穿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长这样子。那老师身高是多高？我的身高164。那目前是还没穿高跟鞋的，还没。是这样子，我是觉得还蛮修身的，你看腰线。那老师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件衣服它其实还蛮吃身材的，因为它是很合身，所以我建议如果要穿这种衣服的，要稍微露一点吗？露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就是 size 的部分，因为像我现在穿这件的话，我可能就要穿 S 或 XS。现在买的是 S， 它有 XS 吗？有 XS， XS 可能会更适合，会更服帖。哦哦，这样对你来讲还是有一点松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这个平台，它其实都是卖给一些国外的，对。哦，欧美款比较多。对，所以欧美款他们的话，我们东方人我们穿的话，可能就是 XS 跟 S， 就是像我这种身高跟体重，我大概就是164在50-51这样的体重。那如果真的在偏娇小瘦的话，我不建议，就是因为没办法把这件衣服衬托出来。这一件厉害应该就是它的这个网纱拼接，像丝袜的材质吗？对，有一点，它是有点网纱的感觉，而且材质非常好哎。哇，我摸摸看，里面还有刷毛，其实它还有一点点弹性，很舒服。它冬天穿会有保暖的效果，你不要看它这一块那么凉，可是它里面刷毛会保暖。那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转一圈展示一下？那这一件来说，它就没办法穿，你的内裤都没办法。对，可是可能可以穿那个肤色西字裤和肤色内裤也不太适合。不行，肤色内裤这边就会有露出来的话就不好看了。很多好莱坞走红毯，很像会明星范，那个气场也要够强，才是穿这一件比较衬托。那年纪上，老师觉得年纪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不会局限，因为还是你高中毕业典礼这个穿去全场轰动。这个比较适合像party 晚宴，正式中带的性感。这个阿嬷看到哦，说你衣服怎么破成这样啊？我们下一件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就厉害了，叉吊，不，对不起，开叉，开叉吊带，叉吊下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开箱我们虚印的这边挖空紧身洋。这一件呢，它有很多条绑线，像在这里有可以绑，比基尼跟洋装结合在一起，而且呢，它还有一点包臀，对不对？
身，这个非常修身的。而且这一件衣服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应该还蛮抗皱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做这一种皱褶，皱褶感的。上选择是杏色，比较郊游春天的颜色嘛。对，它这个的话应该是属于比较夏天穿的颜色，但是这个颜色可能注意哦，应该是深色皮肤人穿会让更颜色更深，而且也是跟刚刚那件一样哦，里面还是有刷毛哦，所以其实它这个冬天其实也是可以穿的。如果大家再做一个外套，对，很毛毛毛毛外套，大家太青春了。